当把速度拉到最快，同时呢，蓝色碉堡地道处也是同步推进。哇，闪主播在机动护盾后面，反而是原点先行爆头带掉了杀主播。后续的话可以看到，甚至毒气弹伊嘎也臭死了杀戮，兄弟也随即跟上。现在一转眼已经变成了残局4-1的局面。我觉得这个想法是好的，就第一场的时候突然打一个 rush， 对，只是比较可惜是这个 rush 全部都出现在于说对枪失利上面。哇，轩哥视角差，刚刚是先吃到了一轮伤害，先二次出枪，伊嘎偷偷摸摸一个决定不照镜，我就在点里稳稳的接你推进。因为毕竟其实对方的情报位置都已经出来了，接着只要在点上接好他们，不要发生意外，基本上是应该不会有问题的。没错，哇，千里也只能忍痛用自己的手榴弹去惊喜，对，这边之门有点交换，奇怪。哇，而且看了许久，最后是没有看到任何对手，反而是瑞希再抓到 Lookit 爆头带走。现在场上的局面来到了最后的4-2，同时也进入到的是倒数55秒阶段。我比较好奇是杀主播他并没有利用自己的，哇，这边才刚讲完车子嘛，对他其实他的技能两个都还在，小姨马上就扁我，他没有满编，我本来想说好不容易可以逃过了BB的魔爪，结果今天还要继续是不是？哦哇，而且瑞莎红眼了，他不愿意担任的是轩哥的这个双子投影，所以呢是要杀的比大哥来的更多一些。哇 ，Lucky 的话是抓到了机会，终于惩罚了对手。不过现在的局面来到4-3，而且瑞的倒地怎么又是那两个？其实也没差，因为他的这个磁吸装置也都已经有安排到正确的点位之后，最后再来看是比利。在资源交换上面，现在是一颗手榴弹，三颗闪光弹，搭配是杀主播的打点，有办法打出破口吗？一讲完，先爆头将伊嘎给带走。不过点内这边来讲的话，道具量还是很多了，而且区域控制来讲的话，刚讲完这个，铅笔也跟上哦，爆发力是抓到了轩。现在残局的话呢，是被兄弟又反打了回去，2-2，最后的1.5分，兄弟一个人在厨房乱枪旁边，二次的在探头。不过要来注意到的是，正面吸引注意，侧翼的话呢 ，Flash 三甲的 Echo 什么时候能够发挥效果？还是他也想要跟昨天 Chips 一样来拼一个极限绝杀？兄弟爆头带掉 Lucky， 现在是优势完全倒向 VNet 这一边，经过三回合，三个不同的。Page 这边有烧的话，对方东帝的前面是完全没办法站，所以可以拉一下。但是如果要重整柜的话，其实有点头铁喽。是的，哇，但是原地的架枪，最后搭配一个下蹲，轩哥先爆头带掉星星，再往冷柜转角处丢出一个 C4 阻止对方的推进。这样子你的贺组威力是有展现到十足的效果。最后倒数30秒，3V2人数优势，而且能用的投资资源也只剩下最后一颗手榴弹了，是扑了个空。好在 Lucky 枪法发挥带走了轩，但也随即被兄弟补枪换掉，途径的。点内铅笔直指是伊嘎的身体，最后关头原地架枪，你还得到我面前再来捡包，走过软墙，经过烈日之门，对枪没问题，兄弟带走枪线会出来。哇！但是轩哥竟然在换位的过程当中吃满了伤害，原地倒下，稍显可惜。星星的话呢，二拍在初级也成功处决了对手，哦，同时也能够在这个被破坏的这个强化墙旁边再抓到了松地，这一次打出了个人双杀 double kill 的表现，工具人的威力是有展现出来。但现在还是老问题，就是成员的进攻少，一个手榴弹。又过来进行的是瑞斯回防路线上面的限制，不过近点，哇，意识极佳，有听到脚步声，近身交战战胜了铅笔包，虽然要给你下吗？没有，随即拿出手机，一声引爆下去，星星原地起飞，最后关头50秒的倒数阶段，来到是3-2，他讲完杀主播血量虽然见底，但还是能够击杀瑞斯。啊，冲那个杀戮，补血啊，杀主播要死了，你队友快人没了。但他表示说这个第一季跟第二季之间不能隔这么短，对，我还在 CC， 时间还不够。对对对，哇！但是杀主播的话呢，是近身交战一路一开起身搭配的情况之下，1K2，没没办法，对对对，确实确实啊。但又是回归到一样的层面，这时候可能考验到就是白 T 这一侧了，因为你现在 VNet 的成员是全部被挤成一边嘛。那刚刚我打出破口就是在一个 rotate 这个位置。哦，星星从刚刚打出 double kill 之后呢，也能够在掉挂的过程当中抓到了瑞希。爆头带掉对手，不过杀主播再跟上，双 S 都能够有发挥，击杀是对手松地。最后关头55秒，一次的闪身，伊嘎才丢出自己的第一个毒气弹而已，扛得住吗？抽身过程当中，杀主播爆头击杀了轩，最后关头也只让伊嘎握制的架枪，一发都未能击发。来到单回合倒数1分20秒钟，不过要注意的是。
源开始一个一个丢出来的同时，也透过手榴弹先来逼迫的是星星的站位，并不能够继续站在壁炉厅附近。如果可以爆头先带走了伊嘎，不过后续的话呢，想要主动推进去犯地盘，则是惨遭瑞西制止的。那是星星这边的上去其实有点太硬的啦，因为你都知道说对方的 Merrick 在那边烧墙，所以正常讲的话会有一个防守力道，而且你其他队友的压力没这么大。没错，他的想法很简单，因为小马跟在那边烧，所以我想要去偷人。哇、哇！但是 Lucky 还在哈利波特位死，死死的等待着对方推进，殊不知兄弟已经来抓到你的后脑勺了，同时点上是全速沦陷了。山竹博甚至有办法拿他的塔龙盾左看看右看看，不过很可惜，兄弟则是不敌杀主播。同时也要注意的是，山竹博在临死之前能不能够帮忙把他的这个塔龙盾都放到位。轩哥再补上他的激素，同时激素资源只剩下最后一次的尝试空间了。3v3，倒数20秒，压力全数落在是进攻端这边。杀主播隔墙丢了一个 C4， 完美抛物线受伤，遥远祝福，再掏出自己的枪支，但回合完成了个人 triple。哇！但是机枪也没有办法让对方拿下一个击杀进行处决，直接收服。他的想法是我想用冲雷把奥萨顿炸掉，但殊不知他直接砸在他砸在自己队友的前面。哇！啊！你把大腿炸掉了，叫你帮我换资源，不是叫你杀我哎！卢凯的爆头反打，收到的会是这个山竹波的人头，同时松地一波交火，哇！二排命令到是卢凯的玉川，也只能倒下。卢凯现在只能赎罪啊！而且现在 V 奈进攻已经很明显有点宕机了。轩哥的机枪远距离的话呢是爆头击杀铅笔，同时也能够拿下是个人 double， 再下一层带走的会是 Lookin， 瑞希从旁得手，最后关头的话则是一下两架瑞希，最终结果那边其实就是帮不到队友，就是会只他在下面说啊哪边有人哪边有人，但是我帮不到，我这架枪等待一个一个移出去，刚好 哇等到的是对方跨越的时机点，但是其实另外一侧事实上已经有队友给予这样的资讯了，星星 1K2 想要力挽狂澜，但是最终还是被他很怕后面会飞，突然飞出一颗雷过来。而且他们其实有扫封一面墙，就是地道那边，他只封一面。但是 Lucky 是在一楼等待，想要打一个上打下的垂直枪线，先抓到兄弟辅助伤害，拿下了人头击杀之后呢，现在场上的局面来到了4v4。哇哇！又是 TK， 刚刚有 Lucky， 现在有铅笔瑞西在这个壁炉柱旁边打手枪，抓到的是杀主播。时间才刚过一分钟，现在的局面来到3-2，铅笔必须要将功赎罪。不过你要赎的罪其实很多啊！哇，哈利波特位主动绕了出来，但很可惜，轩的话呢也是倒在 Lucky 的枪下。时间还有1分48秒 ，Pencil 再跟上，残局来到了2-2，依靠的是双人小组，要面对到是闪主播。闪主播，你的个人威力能够1-2吗？阿闪这边好像没什么东西可以利用哎，而且道具来讲的话 ，OK， 还有一个是爆破弹，还是看看看有没有机会打两车。脚步声已经先被听到了，但是第一波干嘛？轮流下水饺，没有他吸引注意力，可是对方没有出来帮他补枪。哇，二排场到底好在是有抓到一个好的，有点预设，尤其是滑鼠中间真的不是那么好按的。好，但另外一侧的话，也要看到是前期听电的失利，同步墙面还没有完全烧开 ，Flash 就抓到了杀主播，闪主播抓到杀主播，轩哥再跟上，用自己的机枪狠狠的灌了 Lucky 的一整轮。命中身体带走对方，现在场上时间来到倒数50秒阶段，松地进到点内开始下包，再用自己一颗手榴弹炸死了铅笔。不过松地的下包任务似乎没有来那么顺遂，是被对方的 C4 给阻止，三主播也倒地。轩哥大机枪一打多，最后11回合结束，恭喜 V9 7-4拿下第一张地图主选图奥勒冈的胜利。